穿什么？长裤是你们的啊？为什么为什么？李想，你伴侣的那个一巴掌把老公打得离家出走的离婚案子，被告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好，谢谢。是怎么送到的？公告送到的。程序上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这样处理有很多后患，比如说财产分割的问题，子女抚养的问题。庭长，你该不会是让我去找被告吧？法院交了钱，你们也不管，也不找人，怎么回事啊？他非要找领导，说有重要的事情。这个就是我们领导，我们的庭长。你就是领导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我给你们法院交了钱，你们也不管，也不找人，就把这个贴在村子口就不管了。你交的钱是诉讼费，法院只负责审判，不负责找人。你说我那死鬼男人不到庭，你们法院怎么开庭呢？我都跟你讲了，被告不到庭，法院依法可以缺席审理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我要跟他当庭对质。我的死鬼男人跑了两年，他都不回来，他还是不是男人了？我都气得很呢。你，英子，过来这边坐，我给你倒杯水，消消气，有话慢慢说。喂，你是谁呀？我是扇子。哦，这是你妈妈。来，告诉叔叔，爸爸在家的时候，妈妈经常和爸爸吵架吗？哦。你不会帮妈妈找我爸爸的，对吗？当然，我们可没有这个义务。回去复量复量。还是领导会说话，我听领导的。好的，回去。我现在回家了。好。李法官，张小明上诉了，还有上次那个耕牛赔偿案发回重审了。看来呀，下个月的考核又要扣分了。我倒希望下个月就不用再考核我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哪个派出所？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派人过去。小玉也在。李姐，你现在去一趟广元，去学峰派出所把英子领回来。去广元？对，去广元。昨天英子去广元找她丈夫，一个工地门卫不让她去，就跟门卫打起来了，现在被送到了派出所。你去？我不去。你必须得去。我丢不起这个人。李想啊，李想，我差点忘了，你是拔官，你只应该高居审判台，居高临下，威风凛凛，英英不殿的行使审判权，让所有的当事人都对你唯唯诺诺，唯命是从，是吧？以此来满足你所谓的职业荣辱感，你怎么能去派出所丢这个人呢？我去。我的辞职报告你什么时候批？我要是不批呢？那是你的事。你今天的事谢谢你了。谁稀罕你的信？你以为我愿意来？看看我现在干的什么事，我受够了。你去告我吧，我就是对你发火了。你去找我们院长，让他开除我。我不会告你的，我那死鬼男人要像你这样就好了，我就不跟他离婚了。他连发个火都不会，他就是这么窝囊。Thank you.
小三子，有事吗？你不是说不会帮我妈妈找我爸爸的吗？我改变主意了，我决定尽快找到你爸爸，好让案子尽快开庭审理。哼，说话不算话。你说什么？以前跟村子关系最好的工友回来了，我找他问村子的事，他遮遮掩掩的不想说，我猜他肯定知道村子在哪里。他家在哪里？就在村西头。那走，我们去找他。好，走。全体起立，请审判员入席。坐下。好，今天这个离婚案本来是由法官李想审理的，但因为前几天他出了事故，院里暂停了他的一些审判工作，并决定由我审理这个案子。在开庭之前呢，我想跟大家说几句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座大山，对孩子来说，那座山就是家，就是父亲母亲，就是爸爸妈妈。如果有一天爸爸妈妈离婚了，那么孩子心中的大山就要倒塌了。有这么一个孩子，他的爸爸离家出走几年，他的妈妈坚持到法院起诉离婚。这个孩子为了不让爸妈离婚，为了守住这个家，
不让心中的大山倾覆。这个孩子把拔关和他妈妈反锁在院子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性命，纵身从车上跳下，至今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同样对我们拔关来说，心里也有一座大山，那就是法律至上，人民至上。如果这座山还在，还没有倒下，就不会出现鸡毛蒜皮、鸡飞狗跳，甚至夹在利益双方中如履薄冰。如果爱自己超过热爱法律事业，如果把自己当成法律明星，而不是把法律当成明星，那么你心中的这座大山将岌岌可危了。现在开庭。